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这样这样，保分吧，保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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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的跳的高一点啊！哇哇哇哇！几分？五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你刚才如果加个动作就十分了。王老师，第二次挑战要做动作吗？第二次挑战胯下。哦，胡老师有点安西教练的感觉。哎，为了小时候在篮球场上没有实现的梦想，一直到最后一刻都不可以放弃希望。现在也不会实现，挑战一次。哦。好，冲啊！哇，这人儿呢？早一点做就过去了。但是你很帅，胡老师，你是篮球界的星星。胡老师最好成绩是五分。小青，哎呦，小青，这打的油纸伞，你看，你我可否共打一把伞？你这叫姐姐。白蛇咋就紫了呢？摔淤青啊！白蛇摔紫。下一位要出战的队员是我来，我来。我没有动作，我不挑战自我。你先保得分。白鹿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说你蹦得很漂亮，我就在原地跳吧，加油，小心球，加油！哎呦，我的妈！七分，七分。好，目前白鹿积分反超了。反超了，没戏了。下一位要出战的队员是沙哥。一号看不上，三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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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五篮这算吗？我的动作是个安慕希合影。周深目前得分十三分，暂居第一。接下来，凯哥上来，上，加油！我们的掌门，我们的掌门，掌门加掌门，我加一个空中 wink， 我鞋底子就上去了，我告诉你。空中 wink 不行吗？不可以，大家都不同意就换一个吧。其实对于掌门来讲，这都是小小意思。空中换手，可以。
我们同意，要不还是 wink 吧。那你就空中换手加 wink。 wink 是附赠的，是吧？他打篮球的时候脸上的表情，不是他这样。对，好，凯哥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十八分，所以恭喜凯哥得分翻倍，十八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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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知道谁是跑男里最帅的男人了吗？自取其辱。那他这个十八分一出来，我基本上就必须得做动作了。对，就直接挑战高分的了。来一个 wink， 凌波微步加 wink。这凯哥的正常状态就是这样的，感觉你不是慢镜头给你剪出来，你这空中触电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是炒菜特辑吗？怎么这么油啊？凯哥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他是真的在出题。已经很高了，已经很高了。恭喜凯哥得分十八分。到你了，嗯，坤儿。哎呀，天哪！没有动作最满分十五分，满分都没有十八。加 wink 吗？加 wink。不加 wink。你这样，哎，你来个三 wink， 我算你赢。三 wink 要怎么玩？等一下，我熟悉一下这个网。正式来吧，正式。蔡徐坤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等一下，我刚才没仔细看，这人怎么蹦完回来了呢？虚晃了一枪呢。哇！小朋友们好入戏哦。压力山大。凯哥这得意的，只要你有你的十八分，他都不惜的跟我们站在一块儿了。那这个动作行吗？胯下运球啊！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多少分啊？24分。